Japan.国外贩售券哦，准备进来咯。哦，你超过四点你可以退差价，超过四点可以退费。超过四点我们可以退差价，可以去退费。少赔多赚，少赔多赚，会不会太好啊？这个不能补的，要说他一写说四点过，不然补差额。怎么这里那么好？太棒了吧！1720呢？对啊，有没有跟大家说一声 lucky？ lucky。 解说员，馆内解说，哎，我还可以啊，他车还在。不可以摸鱼类啦。Andy， 怎么样呢？哇，好漂亮啊！一个耳珠啊，那里。谁招的？我买呢，我这样，赶紧。好棒哦！逆に晴れている日には太陽の光が降り注ぎます。小さな屋根がないことで生き物たちその日の天気や朝と夜の違いをしっかりと感じ取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さあ皆さん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この時間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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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時哇，这光线很漂亮哎！光线很漂亮啊！会啊！拍照！耶！有吗？耶！看看哇，哎，梁安琪，你怎么拍到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好拍的？你看，你就按一下它。
压他。哎呦！哦，他会被他刺哎、欸！你去摸他，他会被刺哎、欸！有没有？你去手去摸他。你手去摸他，然后他会去刺你哦！有没有看到？妈、流血了哎、欸！这什么东西？刺冠海胆，刺长20公分，哦，踩一下吧，哦，哎呦，踩了就被刺到哎，看，保护自己啊，对啊。好酷哦！哈哈，这个叫做什么？有毒针的鱼啊 ！Andy， 有没有脚？有没有被刺到？我没睁眼。好恶心哦！这是鱼吗？水母。水母啊！你说水母？我花粉？这是小卷吗？这很酷哎、欸！它是蛇哎、欸，我觉得它是蛇哎、欸。元气，蹲下来，蹲下来看。应该是蛇吧，它是活在沙子里面的蛇哎、欸，会跳舞哎、欸，每天都在跳舞哎、欸。它干什么？在运动啊，跳舞啊。哎呀，亲爱的。长毛鲤。伸缩自如哎。嗯，神奇哦。看那个。看，你的鱼呢？它是蛮可爱的，这种什么？好酷哦！这到底去哪里可以看到东西啊？这叫横带圆鳗呢。这里啊！哎呦，跑出来了！跑出来的哎、欸，出来干嘛？哎、欸，还跟到，还跟到，钻进去了，哎，钻进去了，我先听好了，哇，哎，还可以这样整个躲在里面的，躲进去了，还打还打，哦，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哎，他们两个在亲嘴，他们两个在亲嘴。你们到底有多长一个拍子出来？你就是这么长，那个看，那个也是，对。好酷！它还飞起来哎、欸！对啊，它居然从那个土堆里面这样子爬出来，嗯。走走。哎、欸，4:30哦。4:30是不是有一个秀？几点？应该是5点的吧。五点的秀是不是？喂食的。有喂食秀。不知道哎、欸。哇哇！太帅了吧，小小摄影师！就是这里耶，这里这里，梁安琪，这里这里。对对对。超级！你看，有那那个哎，太酷了！你看这个什么？哇，哎呦，它在咬它哎！它在咬，哎，旁边那个那个。走，我们下去看。哦，豆腐鲨，太美了吧！
对啊。我好想要看到。另外一只哎、欸，巨大的鲨鱼哎、欸。那只鲨鱼哦。不是吗？我觉得是。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水族箱哎！可是为什么这都没有人去捡走？啊？都没有人把它咬到那个。哦，因为它有早上有喂它吃东西了，他们都已经吃得饱饱了。如果没吃饱，就会吃别的。对对对，他们如果都很饿的话。那里，你看那里。哎呦，下面有人哎，走。另外一边有活动，走。帅气。鱼的漩涡哎、欸。可是感觉是另外一只哎、欸，你看，Andy， 我们这里是冲绳的美丽海水族箱，水族馆最大的水族箱。鲨鱼哎、欸！哎呦！このカメラだったら綺麗に。